近日，汪涵在登场了洛阳媒体见面会现场，叫王一博“臭小子”，还模仿他说：“河南话哥，这离俺家可远嘞。”看起来两人关系超好。大家都知道，王一博这个臭小子就是洛阳人。臭小子是。对，我昨天到了以后，我发了一个我的位置给一博，一博说：“哥，离我家可远了。”我说：“这离你家那么远，我说要不要去看一下那个？”这个爸爸妈妈他离家特别特别的远，所以你看一博他本身就是洛阳人。是。此前汪涵在电视剧中扮演李大钊，演技精湛，饱受好评。你们以为今天绞死了我，就绞死了共产主义？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，如同红花的种子，遍撒各地。不过还是希望汪涵有时间可以多陪陪家人，希望他们一家幸福。